此相声，表演者烧饼曹鹤阳，有请。现在的这种相声啊，尤其是我们德云社这种风格的相声演员啊，哎，有一个固定的认知，哦，都觉得是传统艺术，哎，对，以传统艺术为主，嗯，好多呢，现代的包袱呢为辅料，对，与时俱进嘛，哎，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相声应该是在改革改革，哦，更进步一些，哎，对了，那也不能偏离相声的这个，其实相声啊。在德云社这个嘴里边说出去啊，已经跟娱乐圈挂钩得很近了，哦，就容易引起共鸣。哎，对了，其实我们现在德云社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团体了，那是什么呀？我们现在是男子天团，大伙还真认。但是我觉得咱们跟男子天团还是有一定区别，亚洲最大的男子天团。不是，您得听重点，重点是男子天团。怎么有区别了？因为人家现在男子天团这个词都用在这些什么什么组合呀、小鲜肉啊，都是咱们这单位一个个长得神头蛤蟆脸的。说话明白就，谁神头谁蛤蟆脸，反正我不是蛤蟆脸。你我就说咱跟人家挨着嘛，怎么不挨？哪个不好看？我们天天都是被你们这么骗的。哪个不好看？都好看。对对，我不好看吗？好看。我不好看吗？不好看。凭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行？废话，你老提出质疑，不是应该说一说哪个宝现在越来越好看啊？对不对？关键现在咱得就说，咱得学会怎么运作。哦，还得运。当然，一个团体得运作了啊，对不对？尤其咱们说相声，相声演员，对不对？啊、咱们得从心审视一下咱们自己，就是对这个行业重新看。对了，因为时代在进步嘛，哦、社会在发展。对, 对, 对观众对我们的演出啊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，那咱们不能再一味的说传统相声了啊，那势必要被这个时代去淘汰啊。你说的都对，那咱们也得钻研业务，对不对？要想说好相声，哎，我认为先得整个容。不是，咱们应该先钻研基本功。你先想想美感。你站在舞台上都长得不好看，谁爱听你说相声？看你之处。九龙挺好看的，你等会儿，你这个话前后不挨着。你刚才还说自己长得特别好看，现在张嘴就要整容，这挨着吧？谁不想再好看一点啊？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整法？对不对？整容你得看照着谁整，哦，得有个模板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比如说吧，啊，找一个眼睛好看的，眼睛好看，我这眼睛是不是稍微差点意思？眼睛小了点啊，是不是差？还没你耳朵那圈大。来整了。实话实说，眼睛是不是稍微小？是小。哎，我认为要整，就照那个彭于晏那个眼睛整。来整了。你把彭于晏都能整没了，你按照他的整。对，按照他那个眼睛整啊。好，彭于晏的眼睛。哎，就整一个眼睛，别光眼睛不行啊，不行，鼻子也行。鼻子照谁？鼻子稍微差一点，成龙的。哎，那太大了，你琢磨我这么大眼睛，这大鼻子，我脸没地儿了。你鼻子按我的整就行了，这就行。行，对不起啊，长得跟格格巫似的，那好看呢。那你说爱谁的整？我觉着刘德华的鼻子好看，我喜欢刘德华。彭于晏的眼睛，刘德华的鼻子，哎，啊、然后呢，要一个薄片的嘴了，哦，不能这么厚。对了，哦，你是嘴唇，稍微有点厚了。哦、你大眼睛，
净小高鼻梁，露一后腿，不好看。就这样过。我心眼超没意思啊！我呀，照着那个吴彦祖那个薄片嘴整一下。行，啊不行，还得需要一点男人味，男人味。大家知道那个影帝廖凡吗？啊，廖凡知道。哎，留一撮那个小胡子啊，小胡子，那哪有整自己长的？关键咱怎么你长不出胡子来啊？什么？没人家那个型好看啊！你的为省事儿直接，哎，就是啊，不用修了，哎，种植一个啊，就哎，弄一廖凡的，弄一廖凡的胡子啊，就照这么整。哎，去韩国整得了您再瞧啊！哎，打这起我就像啊，烧饼。哎，不是，那是哎，腾格尔。哎，腾格尔。是啊，整得这四不像的，然后把这头发移植到胡子这儿啊，对，整得都太缺德了啊！但是也好看啊，好看了。哎，好看了之后啊，啊，咱就得钻研业务。哎，这就得业务了吧？炒绯闻。等我相声演个炒绯闻。哎，咱们相声演员从来没有过绯闻吧？没有过，对不对？现在作为明星来说，你都得有点绯闻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前两天那个微博热搜，有咱们德云社的名字吗？有。郭麒麟别讲不算。所以说，从身高上来说，这是一种成就感，对不对啊？没想到人家身高，人都上上了，别讲了，你过去人家要不谁谁谁跟谁结婚了啊？谁谁谁跟谁又离婚了啊？谁谁谁，我们俩这从恋人变成好朋友，这孩子没事儿啊？谁？这怎么点事儿呗？对不对？谁谁谁点点了，那点点了都不叫新闻了。那个不符合娱乐圈的茶余饭后，那你什么意思？你看德云社多咱听说过师傅跟哪个女明星有绯闻？没有啊？哦，真没有。于谦。唱跳啊，对不对？
那西装紧裤裆有的脸了，我还唱跳，咱得学呀，对不对？小时候我有舞蹈的底子啊，还有舞蹈的底子。当然，我劈不差。你几岁劈的差？小时候我五岁劈的差，八岁才会走。得大话死了啊！不是你等会儿，你再唱歌跳舞，你这咱演出还是得相声为主。哎，你甭管，你得有点才艺嘛。才艺就改良创新这种，对不对？啊，学那个现在流行火的点儿的叫什么机械舞啊？啊，机械舞。说这你不懂，就是那个什么 popping， 啊 popping 啊，像 popping 那个，哎啊哎，我就去印度学这个。印度？为什么上印度去？印度的 popping 是最好的。啊，再一个就是 bigging 啊，您说那是 popping 吗？那是，那是 popping 吗？那看这玩意儿不能相信广告啊。反正我就拜师学啊，学啊，哎，学跳的特别好。你老掏什么呀？你这，我现在终于理解女生为什么要掏肩带了。里边那个背带的老板外滑呀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看来这也得经常换。明天微博投点腾格尔肩带。你学会了唱歌，学会了跳舞，相声你们改了呀？相声怎么改啊？改了吗？唱跳行吗？唱跳相声啊？行吗？改了吗？你那个报菜名吗？啊，传统，你别说了呀。不说报菜名，改唱。唱怎么不就是那什么？你请我吃饭，我说你请吧，你堂堂堂唯一一个报菜名，最后我说请不请？当然我没钱不去，不就这个吗？别的，咱唱着说相声。唱着能把报菜名演出来，连唱带跳，观众肯定没看，就按这个感觉来。对呀、啊，行吗？本来没试试呀、啊，那可以，音响老师放个音乐再试试，来，好吧。等我没来过，再试试啊。来，现在要怎么着？这个相声现在都这么风骚了吗？
你传统的你会吗？你我相声我怎么不会啊？你甭说相声了，咱曲艺大家庭东西多了，这你都钻研不过来，你研究这个？我委屈，你委屈什么？你委屈？我有好的呀，我有。行，有好的，传统的，你点一个，你哪个来好？东北的，东北什么呀？东北小曲啊，哪个小曲？东北小曲，哈密瓜呀。他不会比，他就会弹。那怎么的呀？那是不是东北小曲啊？你怎么你摆个摊儿？怎么摆个摊？东北小曲，哈密，咱们现编词啊。这个你骗不了我。大伙儿擦皮鞋二人转，人家经典小曲吧，人家是看见什么唱什么，现编现唱，人家你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现编词儿怎么不行啊？行好，那你就唱一回。但是啊，我得先说好了，各位，擦皮鞋可有一个好玩的地方，人家一问这皮鞋亮不亮，只要喊不亮就得接着唱，明白了吗？非得点一男的，你来。亮不亮那是观众，人家这个我也看我卖不卖力，我能跟你来，甭管，能够换。伴奏吗？伴奏来呀，来呀，唱吧！现在唱什么？当然唱了，现编词嘛，不就是？你拿一个尿戒子干嘛呢？擦皮鞋呀、啊，得有擦布。擦皮鞋布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行啊，行。前头二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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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亮，亮不了。我没唱呢。我以为我先说不亮呢，对不对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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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棕色鞋油什么都有，大家都来擦皮鞋，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不亮。走走东，穿着西，不是老弟我吹牛皮呀、啊，老弟我擦鞋去个时尚的巴黎，来找我擦鞋都是名模，全都是女的，个个都有一米七，长得都挺直溜的，长脸的，圆眼的，个矮脑瓜带桃的，抽烟喝酒烫头的。谁？啊，郭德纲于谦可没去。嗨。他们都是蕾丝带网的，穿的都挺凉快的，看得我鼻血流一地。其实我咋地没咋地，说必摆动这个两块五一双、啊，这个黑鞋油、白鞋油、棕色鞋油什么都有，大家都来擦皮鞋，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不亮。啊，走过东咱往南，小桥流水很缠绵，这个夫子庙前卖玉圆，上海外滩。光线这个大珠小珠落玉盘，有卖狗的，卖猫的，卖各种产品杂交的，刨粉的，掘墓的，古玩市场开店的，这个卖这个炒菜的，切墩的，里边人家在卖的，卖药的，卖馅的，医院门口卖号的，哎，还没完呢，来呀，啊，医院门口卖号的。发愁的，怀孕的，找不着媳妇儿犯愁的，结婚不能怀孕的，真是不孕不育的，孩子太多犯愁的，抱着孩子找爹的，要二胎要不上的，跑到国外代孕的，一查是不是自己的，生了个孩子却非的，擦皮鞋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不亮。接着这个。从江南上火车，啤酒白酒一满桌，红肠肝肠酒家婆，这个火车一开就是喝，喝黄的喝白的，啤的黄的喝洋的，这些个酒精喝下去，天旋地转被打地，我冲着个大哥走过去，说必摆动我白给你擦一双，这个黑鞋油白鞋油棕色鞋油都我够，我拿起了鞋刷摆手背着个刷毛背着一满地，红红的鞋油往外游，大哥抱腿直染疼，兄弟我跟你没过节，你擦的时候没穿鞋，擦皮鞋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不亮。哎呀，谁累谁知道，来一二走啊，这个你说不亮我接着唱，这个擦皮鞋是搭档，这个我这个搭档特别棒，他媳妇给他戴绿帽，你要不亮我接着唱，你说亮不亮？亮不亮？不亮。亮了亮了。
什么玩意儿你啊？不是，差不多展示展示就得了啊，就没那么新鲜词儿啊。差不多得了，行了，听我的，这也挺好，这首都学会了就可以了，以后就踏实演这。这放心，放心，跟咱没，这是小意思，这有什么意思？小意思，现在什么活的改什么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活改什么？能把咱曲艺这个小曲小调改成给你？对了，什么活改什么？什么活？你要这么说活，那你说京剧不帅还是唱歌的活？那改，唱歌的给人都固定的曲儿，改歌改调，能给人改了？改了，改成咱们中国传统的。别闹了，我不相信。你唱一个，随便唱一个。你唱，那我想想现在什么火？邓紫棋行不行？邓紫棋，对，现在火的。我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邓紫棋是魔鬼那个，不是，就那个大魔鬼那个，谁是大魔鬼啊？哎，对，反正就这么唱那个，我记一下啊。夜里做了美丽的噩梦，想清醒，我却抵不过心痛。哦，梦里你是无力的黑洞，我无力抗拒失重，我的意识自控，脉搏流动，全被你身影里操控。亲爱是危险的迷宫，我找不到出口。就这个，就改这个，最近改。行，下回啊，咱们先别拍巴掌了，全台拍台了。对，就拍这个，拍台了。然后怎么改？我改，改成小曲儿，小曲儿，来一个，听着啊，对，比你那个洗脑，听着啊。听着啊，来，我你。这就是你想诱惑的大哥是不是？听着啊，夜里做了一个美丽噩梦，想清醒我却抵不过心动啊，在梦里呀、啊、你是无底黑洞，我无力抗拒失重，我的意识脉搏流动啊，愿你们男男女女早日把亲成啊，愿诸位招财进宝福寿康定啊，大大大大。中文系教授唱出了咱们中国人的民生歌，中文系教授就写这么简单啊。
这个希望今天在座的全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借着我这首歌，把我这份祝福送给大家伙儿。希望你们一样能开心，你们一样能高兴啊！希望你们都发大财，发大财！这个大家伙都跟着唱起来啊！会的朋友们都唱起来，别到福州输了面子啊！大家伙儿把手机点亮，二楼的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蹦迪了吗？混沌出
了帝国后，你有多苗条啊？你穿梭催人跑，有声音把你牢，难念死生一条。八个字儿倒酒，命也该倒啊！八个字儿倒酒，命也该倒啊！走过了三山六水，大海大江啊，看惯了金红酒绿，世态炎凉啊，争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？好吗？